大家好，我们是 Wacky Boys。Yeah！ 今天有很多 YouTuber 在这边，所以待会我们会去认出他们，每一个都很厉害。一一的喊出他们的名字，一个一个喊认识。而且他们全部都从电脑上出来的，我觉得好酷哦！我要去认出他们。你也常常从电脑出来啊？好，我们电脑去吧。对啊。OK。对。但有可能会认错，我不会，因为我是宅女，我全部都知道。真的吗？可是今天就是故意要认错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会。来看看他们的反应吧。对。哎，你看，你不知不觉长这么大，你把球传给我。这只狗好可爱。对啊，这超越变形金刚，是变凶金刚哎。哇，变凶哎！天哪，孩子一转眼就这么大了。对啊，好好表示你。铁牛，看阿丁。铁牛，我很喜欢玩电。真的吗？我们新的那个系列莫名其妙，支持一下。你那首歌太精彩了。扫，扫，阿丁，扫，哎，阿丁，我在看阿丁。阿丁，嗨，对，我们就是故意认错，我们故意认错，看别人的反应。我先躲起来。所以说我们认错了，这是浩浩，啊，这是铁牛，对呀，大凯，好久不见啊。地摊被我换掉，好久不见大凯。哎，我看到林静跟小 A 啦，小 A 啦，林静，我好像跟他有点认识。对，我是小 A。范周哥，不要叫范周哥了。我是孙生弟 ，Good 的。果然是两个颜值担当啊。最近剪短头发了，好看吗？各位，那你有学那个乌克丽丽吗？我学新的舞。来。他就是那个什么中午茶摊会那个、啊，大千啊，我要演多久？你好配合，好可爱哦！我要演多久？怎么没办法结束？认错会不会生气？不会啊，我觉得阿汉比较红啊。认错真的还好，好多人把我认成什么刘德华，气到我真的，气到今天晚上睡不着，气死我！我不想接这个话，谢谢，对，拜拜。反应好快，现在这位是破百万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设计师吗？不是设计师，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位。你看，就是我们的。尊来了，尊来了，贝，哎，你不是那酷炫吗？我被脑木啊酷，我是林丹，哦，哎，那个孙生嘛，孙生，就是我啊，对对对，就你，这么崇拜我，把我照片粘在，哎，好像哦，我的妈，好了，其实他是放火了，对，他是放火，就是杀人呐，啊，其实杀人放火，还是你教我们你的那个新 pose， 这个吗？这个是那个《Love Like Sunshine》里面，《Love Like Sunshine》里面一个叫做夜雨的一个动作。OK， 一二三 ，Bang！ 亮亮，我感受到黑暗的力量。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黑暗的力量在哪 ？OK， 你知道黑帮的力量。啊！我看到那个港星啊！你如果有看周星驰《逃学威龙》，一定看过他。看到，在前面，赶快！你不是那个吗？啊？竟然可以看出来你是低能儿，是吗？黄小龟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两位应该是低能儿。这你也看得出来，很像，真的很多。所以还会有人说我的龙内裤就是有那个。哎，魔兽驾波，全都吸在电卷棒。我肩膀很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肩膀就是硬。哎，胖虎，好久不见。夯实一种罪。不是啊，你跟老田到底怎样？不好讲啊，真的。不要怕，好不好？不怕，再减肥我还是吃嘛，我还是照瘦。表现得不错，有剖析。谢谢。再不放饭就等死。你会不会漏蛋蛋车？我想学，我不会。我会漏蛋蛋的蛋车。哇，好，没事，我们可以解散。啊，那要漏了吗？赞啊！接下来是日本人，我有跟他合作过，只够演三眼 YouTube 吧，谁？台湾黑熊，我走路痛了，你台湾黑熊，你全家都台湾黑熊。哎，我好像
刚看到李玉芬。他怎么军哥哦？不，好像是丁国礼。嗨，我本来想来说我在这里，我还不够好。对，等下还是你真正。听说跟我是丁国礼，我的好像是个就飞酷。很会模仿伟哥，他每次看到我之后就。姐姐你好像哦，姐姐你没有啦，姐姐你能去西里不错，谢谢你赞叹的你，姐姐好，看你的那个开箱的位内裤，开箱的位是九妹不是我吧，你跟九妹，我跟九妹，我跟九妹，对，所以是杰林姐订阅哦，谢谢订阅哦，对，是丁国林，是杰林哦，大家就要认本次最后一位了。哎，怎么有人在换眼镜？做一点，做一点，来结尾，结尾。浩浩，哎好。哦，直接就叶佩助理。不要再压了，拜托。